千里，你看大家都在排队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想排第一个。我们不可以永远都排第一个啊！你昨天我们在爬爬梯的时候，你爬得非常棒，那时候你是第一名，对不对？今天玩泡泡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玩过，所以都想试，每个人都很好奇。我们大家要排队哦，然后这样才能够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玩，对吧？你来 我不想玩艾玛好了。艾玛，艾玛很好，艾玛也陪你玩啊，快点。不是，我带你玩。他不让我排第一个。那我吹泡泡给你打，我吹好多小泡泡给你打，然后你可以一直打。大泡泡。那我们待会玩一次大泡泡，走，一起玩嘛。哎呀，小青姐姐也来玩啦。超大。对，超大。你看，首先要把它这个圈圈全浸到水里，这样才会有。我要第四个。现在有了，我第四个玩吧，超大！哇，千里好棒啊！我给千里吹泡泡。